河南信阳珠江村镇银行光山一支行，一名3岁小孩在大厅玩耍时拉住填表柜台，孰料柜台突然倾斜倒地将其砸中，后送医抢救无效身亡。监控画面中，孩子父亲正在柜台办理业务，小孩因为无聊挂在一个柜台边玩耍，没想到这个柜台是没有固定的，瞬间将小孩砸在下面。工作人员和孩子父亲见状迅速施救，但孩子依然抢救无效身亡。